不丁的，哦，太多人 ，Cheers， 麦。Donald， 有哎，好巧。讲一下话啊。No. Sorry. 好，我们今天要来上海指标夜店拿。我们现在要走后门，今天带你们走后门看上海指标夜店 Master。Hello， 你们好，我叫翔。我认识你，没有，看你很多遍。Say hello to Taiwan. Take nobody. Let's go. I'm fucking me. Okay. Go. 这样拍起来像鬼片。鬼片。我被采访，但台湾人还没来呢，到现在。对，是我还是台式的。I'm the actor, you know. I'm the main host. 太堵了，那人现在人很多。烤腰。嗯，继续讲。录音。Hi, I'm Donald. Hello, 你好。Hi, 你好。Lin, nice to meet you. Hello, Lin. 我刚刚。Let's see Tom's name. Thank you.我们来到了 Master 的核心，你今天的 host 主持人张老吉又来又敷衍，正在看今天采访的重点。我去拍了。那你等下负责做什么？我们等下负责侧拍跟录音。嗯。然后跟反正 Donald 要做什么我们就协助他做什么。大概解释一下今天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就是一个 Techno 的 party， 然后他在上海的指标夜店 Master 里面，因为 Master 一共有六个舞台，所以他会有1、2、3、4、5、6个 DJ 同时 back to back。 你应该没看过吧，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他在想可能是他是助手，但是看起来很像一个很奇怪的两个怪人，对，两个怪人，然后两个奇怪才能，对，可以开启了吗？可以，我来。你们要看一些问题吧，其实现在因为我怕我讲的不好，你听不懂，但是，就是你几个问题吧，比如说明天我会问你的，就是大家要问我，对吗？就是讲了呀，那你两个对吧？他有点23年的那个音乐生涯，你演出过，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是谈节奏会比较好一点，对吧？要不要谈你之前的东西，就没用了。要录吗？我录一小段而已。我说不是，我说那个。没有关系。正式采访在所以确定。英文台那个怎么都还签约了吗？还是赢了，老总做了一个赢，应该够吧？对啊，有数据。嗯。就是那个空的位置，主持人还在乱搞。对，那你大概解释一下那个组成。等我打字幕。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演出就可以知道了。对。对。我现在有几位那个名字跟脸都不熟，抱歉。但是师徒党 Emil 跟 Ten 是没问题。Rachel 你认识吗？认识啊。哎、欸，是。Rachel 是 Rachel。我们来当小助手。对啊，我们来介绍做一些策划的 Master 给台湾朋友知道。加油，欣赏我们的 Master， 欢迎过来玩。好。OK。可以。Okay. 也许在我过去人生里面，有没有听过真的 Techno 那么多的 DJ 在一起课就 back to back？ 所以先想问一下大家，今天透过那个彩排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先问 Mickey 吧，对，掌声鼓励 Mickey。反正首先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大家真的非常需要用耳朵去听，就是每个奏，那每个 key 每个 notes 是这样的。那马老师，你会觉得紧张吗？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会挑战不同的演出形式嘛，然后很高兴就是你们来有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还蛮好玩。OK， 那 Mickey 呢？紧张吗？你的对你来说就是我紧张，我特别紧张。你还有紧张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反正杨斌代表吧，就是因为你们是同台嘛，你们两个是在同台，怎么就跑嘛？就是不对，就很有意思，很说一点。六个人呢、欸？六个人呢、欸？走走走。好。
我们现在要去主舞台了，结果我刚讲错了，他们今天是分六个人分成三组，所以是三个舞台。我以为他们六个人一人一台，想说这样太紧了，所以他们今天是分成三组，然后最后再合体。对，最后再合体。嗯，超期待。Yes， 期待 Donald from Mixed Match。Yeah。 然后代表台湾，来自台湾的组合 XN， 太棒了，大家都现在会叫 XN， 因为 XN 在这边有拼音，所以就是想跟你喽。对。
wanna kill. I'm right. Should've done a nigga, did it on purpose. I took my other.